什么车啊？没看过七龙珠哦，没有看过。布马十九，是的，就是布马骑的那一台一比一还原出来。这还是白牌挡车吗？白牌啊，用 Monkey 下去改的。这是 Monkey 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我们自己改，这是国外有一间公司呢，跟布马申请的专利，你自己去做出来的。这台车子呢，不要说买摩托车都会亏钱，这个客人订了一年，原价68.8万，但是他买88.8万。哇塞！这台还要倒赚十几万了，台湾还买得到吗？买不到了，不好意思，21台全部售完，开卖1个小时内就没了。1个小时，刷是超级限量。台湾就21台可以挂牌，冲刺不会再有。我跟你讲，这台车谁骑过，你知道吗？谁？蔡依林。真的假的？这蔡依林在 MV 里面骑过。哪一台？有一台车蔡依林有签名，就在这里签名。这台车10万。多10万哦。因为有蔡依林签名，蔡依林骑的 MV 上面骑的。为什么骑这种车啊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客人等了一年的。这什么车啊？没看过七龙珠哦，没有看过。布马十九，是的，好可爱，就是布马骑的那一台一比一还原出来。这还是白牌挡车吗？白牌啊，用 Monkey 下去改的。这是 Monkey 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我们自己改，这是国外有一间公司呢，跟布马申请的专利，你自己去做出来的。那这台车会不会很贵啊？你猜猜看多少钱？40万。40万只买科伦斯。这台车子呢，不要说买摩托车都会亏钱，这个客人订了一年，原价68.8万，但是他买88.8万。哇塞！这台还要倒赚十几万了，台湾还买得到吗？买不到了，不好意思，21台全部售完，开卖1个小时内就没了。1个小时，刷是超级限量。台湾就21台可以挂牌，冲刺不会再有。我跟你讲，这台车谁骑过，你知道吗？谁？蔡依林。真的假的？这蔡依林在 MV 里面骑过。哪一台？有一台车蔡依林有签名，就在这里签名。这台车10万。多10万哦。因为有蔡依林签名，蔡依林骑的 MV 上面骑的。哇塞！这车很厉害哦。可是这台车太可爱了，这哪舍得骑啊？这车也这样。是什么？可以开起来啊，厉害！它还有置物篮哎，帅吧？你看，这很像那个驾驶舱飞起来。外面没看过，全抖音只有金宝宇，所以它是蔡依林的 MV 座驾。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台车被人家买走，人家也没有钱，人家只要放在招待会所摆展示用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真的。